头遥望，有一束光把夜空照亮，落在肩膀是你许的愿望。为我实现那些愿望，收集着微光，在重逢别来无恙，有你在身旁。 I love you, I miss you, I need you。 追光的人总会在某个停留，拥抱着心跳依旧，一直守护在你的背后，是我被你照。去玩就同城，玩到哪儿省到哪儿，同城旅行邀你收看，照亮你。普通同事，普通同事就普通同事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也牛吗？肚子饿了，吃饭。吃慢一点。我也好饿呀。谈什么恋爱，狗都有饭吃，连狗都不如。喂，老胡。哎，怎么听你的声音有气无力的呀？没吃饭。怎么不好好吃饭啊？没胃口。你找我有事吗？我现在就在集训队门口呢，出来吧，给你带了好吃的。真的？你等我一下。太及时了，来，全是你吃，饺子、奶茶、吸管，你先吃饺子，别着急。徐伟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不回家呀？我爸妈昨天晚上又吵架了，不想那么早回去。行了，你别不高兴了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啊？去了就知道了。以后这就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秘密基地，以后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可以来这里，这是我们俩永远的避风港。谢谢你，太喜欢了。
的星空好漂亮。对呀、啊，就像我们小时候在秘密基地看的星空一样美。时间好快啊！小的时候，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认识你和韩放，跟你们做好朋友。干嘛？什么表情啊？后悔了？对，后悔了。做你的朋友很累的，好不好？那你后悔可来不及了。一日为友，终身为友，说我当好哥们儿了，跑不掉了你们。睡了吗？平安，怎么了？徐兰，他去哪儿了？这么晚，平安，你知道他去哪儿了？嗯，告诉我，平安。平安担心你，带我来看看。怪不得不吃饭，原来有约了。我不吃饭还不是因为你。队员不可以擅自离队，你违反了规定，还不跟我回队。平安，我先走了。等等。平安，叫什么呢？老霍，我先回去了，我是教官，得遵守纪律。你也回去吧。喂，你到底是谁的狗啊？为什么跟狗生气？我就跟狗生气，狗别跟我说话。像个孩子似的。总比某些人好，在意也不承认，吃醋也不承认，整天板着一张脸装大人，以为自己很酷吗？平安，回狗舍了。
进展？是在找这个吗？把钥匙还我。你来是为了给我送面的？这个是你亲手做的吗？你已经跟别人吃过了，估计你也吃不下了。说我吃不下，这个是你亲手为我做的面，只有我能吃。别吃了，凉。面是凉的，让我的心是热的。这是我做的最好吃的面，谢谢君家。搜救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火就是其中的一种。他们需要在大火扑灭后的现场搜寻被困的人员。那遇到复燃的明火怎么办？今天我们训练的内容是帮助犬克服遇到明火的恐惧。接下来我给大家示范一下。来试一下，谁先来？我来。来。行吧，你没问题。来，吴迪。走，吴迪。走，吴迪。走。走。哎呀！班长，快点歇。行了，班长，锻炼了啊！笑什么呀？你也不行。陆邦吉，啊，你来试一下。哎，上啊！上，试试呗。哎，别跑！小黑，好，我们继续，下一个谁来？我来。来，张扬。来，冠军，靠，飞，靠，坐，坐，好狗。路友给咱们看，好不好？张扬，出列。冠军为什么受伤？报告进展。是我忽视了冠军的身体状态，擅自带冠军撕下假脸。二冠军，乖，好，好狗。训犬。是犬选择了你们，不是你们选择了犬。从他选择相信你们、跟随你们那一刻开始，犬就是你们的战友。在我的队里，绝不允许有罔顾战友安危的行为出现。训犬员与犬共进退。现在冠军受伤了，你也没有必要继续留下来。报告进展，朝阳训练一直努力，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？他违反了纪律，先停止训练，调到后勤，谁都不可以替他求情。
关于张扬的事情，我想跟你聊一下。如果你是想替他求情的话，大可不必。我认为这一次处罚对于张扬来说过于严重了。他这个人可能有些自负好胜，但这个人品性并不坏。这一次的错误，我觉得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他对犬的了解不够。保护好自己的犬，是当训犬员最低的底线。张扬应该为冠军的受伤而负责，而你作为教官，也要对此负责。这个时候不应该包庇自己的学员。那顺风呢？你是不是也应该对他负责？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要提追风的，我只是想劝你。这个事情我应该负责，所以自此之后，我自己没有再带过犬，这是我对自己的惩罚。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提追风的，但是我的意思是，无论是过去的追风也好，还是现在的冠军，他们想看到的一定不是对训犬员的惩罚。训犬员要保护犬，犬也一心想要守护训犬员，这样的结果一定不是他们想看到的。张扬这个事情我说了也不算，要由支队党委来决定。作为你的队员，你就要这样放弃他吗？这是纪律。如果是我犯了纪律，你也会这样毫不犹豫地放弃我吗？是。你真是一块捂不热的石头。喂，政委。哎，石川，徐来递来的申请报告啊，上级已经批准了。什么申请报告？徐来没告诉你啊？徐来想让平安加入救援队。上级呢，看了平安的档案，通过了申请。不过有一点我得跟你说清楚啊，平安必须和其他的救援犬一样，通过结业考核才能正式编入执勤。是，知道了。喂，组长，第一期的稿件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了，记得查收。你可以啊，我知道你能力强，可没想到这么强，身兼数职还能这么有效率啊。我恨不得效率再高一点，早点做完任务回去。早点离开没问题，但是你给我记住了啊，在你离队之前把进站长给我采访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徐来，我刚接到文政委的电话，想跟你讨论一下平安的事。关于平安进入救援队的申请，上级已经批准，但前提是他必须要跟其他训练犬一样通过结业考核。陆芳琪，你过来一下。你们先玩。你俩干啥呀？你告诉进站，我已经收到通知了，不需要他转达。他说他收到平安要通过结业考核，必须要找到合适的训犬员。你心中是否有合适的人选？你告诉进站，本来有合适的人选，但现在突然觉得不合适了。他说，我提醒你一句，这个人选必须要尽快找到，不然考核的时候会影响平安和训犬员之间的默契程度。你告诉进站，平安的事情我心里有数，不需要他提醒。你告诉徐教官，他这个做法是非常幼稚的。你告诉进站，平安的事情不需要他操心。不是，你们两个能不能别把我当传话筒啊？哎，没必要啊，就站这儿。说完了吧？哎，不是因为我。不是向阳吗？我的状态太好了。刘旭，给你个任务，
快点搬啊！再来一口来。什么情况？你的肉怎么这么多？我的肉怎么这么少？没客气，一起吃。江阳给你沉的吧？你俩啥时候背着我关系好的？什么都别问，问也不告诉你。我不稀罕啊，我不稀罕。你要吃什么？吃什么？吃虾吧。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徐教官和景甜什么情况？见了面也不说话。哎，这小道消息啊，咱们这徐教官因为张扬被调走的事啊，跟咱们进展怄气呢。徐教官，郑阳，怎么样？在后勤待太适应吗？我挺好的，徐教官，我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。是想问冠军吧？放心，我每天都在帮他换药，恢复得很好。冠军的事儿我听刘旭说了，冠军恢复这么好，谢谢徐教官。但我要说的是进展。他怎么了？我在后勤班这段时间里。金湛其实偷偷安排刘旭帮助我，照顾我。金湛之所以让我去后勤班，是为了磨练我，他并没有放弃我。徐教官，我知道你为了我的事儿一直在争取，但你真的误会金湛了。我知道了。原来是我错过了靳时川，我还对他说了那么多气话。不行，发信息显得没诚意。尊敬的领导，靳时川站长，由于我在工作中过于主观，误会了你对队员的处理决定，做出了不成熟的举动，说了很多不理智的话，对此我深感内疚自责。我认真反思了错误，深刻地检讨了自己，反思结果汇报如下。第一，我不该干预你对队员的管理，质疑你的判断。第二，我不该指责你对张扬的处罚决定，并将个人情绪带到工作中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我不该质疑你的为人，并在言语中伤害了你。我为我的冲动及不成熟向你道歉，我已经深刻反省，决心痛改前非，请领导再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检讨人徐来，如果你愿意原谅我，晚上8点来操场，我想当面向你道歉。他不会不来吧？他来了太多了，那怎么办？
他出现的那一刻，我所有的矜持，所有的忐忑，所有的不安，瞬间都消散了。他还是和十年前一样，带着光向我走来，仿佛照亮了整个世界。你来了。嗯。你的信我看了。我觉得有些话有必要和你当面说清楚。对不起啊，这一次的事情确实是我做错了，我不应该这么主观。不用道歉。其实呢，在张扬这件事上，我没有把内心的想法说出来，让你产生质疑，这也很正常。我也能理解你作为教官想维护自己队员的心情。你真的不生气啊？有什么好生气的？那你会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扣分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印象分，像在学校里考试一样，做错题会被扣分。如果你要是给我扣分了的话，能不能看在我认错态度诚恳的份上，把分加回来？什么扣分不扣分的？我发觉你这个人的脑回路确实跟正常人的有点不一样。那到底有没有扣分呀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就是有没有扣分啊？让我想一想。想到了吗？嗯。没有，没有扣分。真的？嗯。那你给我打分吧。我在你心中现在能打几分啊？金石川，我不想再跟你玩什么欲擒故纵的把戏了，我也不想再掩饰，不想再试探，不想我们之间再有任何的误会了。我想直接坦白地告诉你，我喜欢你，而且是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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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喜欢你。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喜欢我的。在这之前，你休想跟我划清界限。你是中暑了吗？中暑了。静姐，你刚怎么一动不动啊？啊，我们继续打。这哪是中暑，是中徐来的毒了。来，站犯规了啊！徐参谋。嗯。对了，刚好有事情要跟你说，并没有跟你说。这个周末，我想带轮休队员和犬去趟海边，换一个环境做亲和训练。这样的话，犬在放松的状态下更容易亲近自己的训导员，对指令会更加服从。好，没问题。这么快答应了？我还以为你会怕影响进度呢。结业考核马上开始了，他们肯定很紧张，刚好可以趁这个机会换换环境，让他们轻松一下。你是专业的训犬员，我相信你的判断，都听你的。都听我的。我先去通知一下我的队员。
平时我对他们虽然很严厉，但毕竟他们只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，谁一开始就会懂事成熟？我在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，比他们皮多了。说的你好像很老实的，你也不老啊。我这里老。其实你笑起来真的挺好看的，跟他们一样年轻散漫。我没有在笑。你明明就笑了。太阳晒的。酒窝都出来了。再笑一个嘛。好了，知道你是队长，队长要有队长的样子嘛。哎，开始训练吧，走，我们一起，快。狗狗们准备好了吗？ Go go go！ 滚，滚。好嘞，谁？谁？哎，哎，哎！呀，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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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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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他很喜欢你。别动啊！走，你有没有发现最近金家好像变得不一样了？哎哎哎，我跟你说，自从徐来来了之后，他变得会笑。哎，这哈哈来，你坐着，你过来，是不是第一次来海边？嗯，坐很开心啊。坐，坐，哎，我再来。哎，坐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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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嘞。好的。来。行。走了，在想他的事。留在队里当搜救犬，谁当他的训导员？你想好了？想好了。原来从一开始就是为你而来的。我不带犬。这段时间相处，你很喜欢他，不是吗？除了追风，我带不了别的犬，想别人吧。救命啊！救命！周平，救命！救命啊！120吗？
世川，快点！干什么呢？静静跟许来怎么还没来？啊？他俩说悄悄话呢，你管那么多干嘛？我知道，我去偷听一下。哎，跟兄弟们说等一下啊。哎，等一下啊，我跟你去。检查救治，危险是什么意思？能不能把他救活？现在还不知道，等检查之后才能清楚。哎，先生，请你们不要进来，关门。好了，相信平安，相信医生。知道我为什么会选择训犬吗？其实我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。我知道追风走了以后，你没有留在搜救犬队，而是去了消防站。所以我在想，是不是因为追风的牺牲，你留下了阴影？一直在想自己能不能为你做点什么，直到遇见了平安。他跟追风实在是太像了，所以我希望平安可以治愈你。平安一直在等你，不要让他等太久。喂，你又来了。你这次又来找江医生看什么病啊？哦，我前两天胳膊伤了，想找三平看。哦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你的病嘛，只有江医生能治。这不，江医生医术高明吗？
哦，我绝对不是故意来找他的。行了行了，你别解释了，张医生在做手术呢，你等着吧。嗯，得嘞。醒醒，这不是你睡觉的地方。你做完手术了？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？没事别总往这儿跑。不是，我们队今天救了个人，我就负责把他们送过来，顺道过来看看你，给你打个招呼。看完了吗？看完就走吧，我很忙。我。你没事吧？你哪里不舒服吗？没事，胃疼，老毛病了。你不会又一天没吃饭吧？排了一天手术，没时间吃。你一天不吃东西哪撑得住？走，我带你吃饭去。我吃不吃东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赶紧走吧，别在这儿待着了。你怎么也多了吃一点，张医生，走。觉得缺点是，啊，先生，你的外卖，谢谢。你怎么和张医生这么像呢？混是善良的两个词，不过越看越喜欢。张医生，我在桌上放了盆仙人掌，不仅能防辐射，还能给办公室增添生机。平时别光顾着工作，也要好好照顾自己，记得按时吃饭。衷心希望你能一直健康快乐。陆芳琪。我去给你买药去了，你不是胃疼吗？记得吃药啊。嗯，没事，我们先走了，早点回去休息。走了，记得吃药啊，那个饭后吃。哎，怎么了？吃饭了吗？没呢。月姐吃个饭去。好啊。
老板。哎，你好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啊。新梗还有吗？有的有的。那帮我来一串。好。还有这个这个、啊、这个这个，还有那个玉米，都来十串。好。走家了。好。小芳了，他胃不太好。啊。小芳也来，好。老板娘，哎，哎呦，张医生，好久不见、啊，好久不见，最近太忙了。是啊，今天吃点什么呀？再帮我来一个腌萝卜和毛豆角吧。哎，还有冰可乐。好好好，哎，不要冰的。哎，行。你是医生，我是医生，少管点闲事。菜单自己点。我以为你点双人份呢。想什么呢？都是我自己的。来了，腌萝卜。谢谢老板娘。不客气。这个您收走了，张医生。谢谢啊。没事。别人你这么能吃。笑什么？每次见你都冷冰冰的，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。哎，今天是第一次见你，心像烟火气。我在你眼中是这个样子啊？不是，仙女都不食人间烟火。吃饱了，走吧。谢谢啊，老板。哎，好，拜拜。哎，干嘛呀？干嘛？等等。怎么跟小孩子似的，都吃到脸上了。哦，别跟住我。张医生怎么又生气了？等等我。是吗？嗯，让我看看你。哦 ，goodbye， goodbye， goodbye， goodbye。过，不用走，过，出来，转，好，经理，好，过，马进，过。金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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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皮炎恢复的怎么样？医生怎么说？还好，没什么大碍了。马上就要考核了，这样皮炎压力会很大。是啊，我也在担心这个，他现在还需要体能恢复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平安的训导员。真的？我相信他肯定可以通过考核。如果他遇到任何的困难，我跟他一起解决。
大了，这下平安有救了。金姐，你可终于愿意带犬了。嗯，以后一起做体能训练，好不好？进站，答应当平安的训导员了吧？是啊，徐来还真是有本事。嗯，进站心里面这么大一疙瘩，徐来一下就给解了。平安一直都挺喜欢进站的，进站能带他，平安肯定开心，有点羡慕。怎么了？想你的冠军了？冠军恢复的挺好的，放心吧，就等你归队了。徐哥，嗯，你以后别来看我，好好训练。嗯，千万别考试的时候不合格，跟自己犬分开，像我一样。离考核还有一个星期呢，今天说不定哪天就把你给调回来了，放心吧，啊，不可能的，进展绝对不会这么快叫我回去的。谁说不可能？进展，进展，今天做什么菜啊？一个醋溜土豆丝，一个芹菜大包子。嗯，精神面貌不错。报告进展，我已经深刻认识到我自己的错误，一定不会再让你失望。知道错就好。代表有进步，是时候归队了。你愿意让我归队？你不想？我想，做梦都想。救援队队员张扬，今天正式归队。是。队员张扬，收到指令。帮他补一下进度。是。把菜洗干净啊。好。平安，来。平安，好，快放啊！平安，哦 ，Good boy， 哦，Good boy， 来来来，来啊，嘿，平安，哦 ，Good boy， 同志们辛苦了，今天是最后的科目，跨越障碍。之前在箱体搜索、目标追踪的考核中，大家都表现得不错。接下来到我这儿来抽取你们各自的考题，由我和两位考官共同给你们打分。我希望你们好好表现，全力展现这段时间的训练成果。是。
上。钻。Good boy。跳。好。上。好狗，上。好。走。好狗。陆方奇到，刘旭到，陈涛到，石磊到，张扬到，王志鹏到，吴昊天到，陈宇发到，王志杰到。祝贺你们全员考核通过，我宣布今日起抗震救援队正式成立，我志愿加入抗震救援队，对党忠诚，纪律严明，赴汤蹈火，竭诚为民，坚决做到服从命令，听从指挥，恪尽职守，苦练本领，不畏艰险，不怕牺牲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为维护社会稳定，贡献自己的一切。对党忠诚，纪律严明，赴汤蹈火，竭诚为民。有道光照亮着这一颗孤独的心，穿越熊熊烈火。当记忆模糊在陌生的天空下，我也一直深爱着这世界。你的光照亮我，一分一秒都不退缩，真像熊熊烈火。明天就要离开训犬基地了，徐教官离队之后是不是要回电视台了？是啊，毕竟我的本职工作是记者嘛。来这里呢，一是训犬，二是搜集专题素材，也算是因公休假了。现在地震救援队已经组建完毕了，我的任务也算是办完成了。都朝夕相处一个月了，说实话已经有点习惯了，突然间要分开还有点舍不得。我也舍不得大家呀，我还舍不得冠军、无敌、石头、豆子、太阳、小黑，还有。来，再喊一起，我们一起就近战和徐来。好，来。咱们叫徐来和进战给咱们来一个情歌对唱怎么样？好，来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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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乱带节奏，来就来，进战害羞，我替他给大家唱首歌。中的光定住了时光，指引我徐徐而来，想与你倾诉，想作为守护，永远的在你身旁，我愿成为。
家是农村的，当大家伙知道我要当消防员了，那真是十里长街的宋广，夹道相送。我们整村的人都因为我骄傲自豪。其实我们家家庭条件吧挺一般的，我媳妇儿嫁给我，说实话委屈大了。去年怀孕生孩子没能陪她，到现在我闺女都6个月了。其实我以前理想是想当个主唱，但我爸一直反对，觉得我有点不务正业。直到我高三那一年遇到一场非常严重的车祸，是一位消防员舍命救了我。从那之后当一名消防员就成了我的理想，我也想成为那种给别人带来力量和希望的人。说得好。好，地方见。来啦。找我干嘛？坐。夜深人静的，当然是要跟你做一些禁忌的事情。禁忌的事？噔噔，这是我刚进集训队的时候偷偷带进来的，要不要去喝一杯？干嘛？酒还没喝，人家先醉了。我不喝酒，有规定。时间好快呀，明天就要离开了。其实有一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很久了，是你跟平安治愈了我。如果不是你们，我还活在失去追风的痛苦之中。谢谢你，雨轩。就一句谢谢，小气鬼。我还以为你要对我以身相许。开个玩笑而已。你真的不喝一口？你该不会是怕跟我用一个瓶子吧？亲都亲过了，怕这个？你不是忘了吗？忘了什么？忘了那吻。你怎么那么天真啊？那可是我的初吻，我怎么可能会忘记？别再喝了。喝太多了，我开心，我要庆祝。庆祝什么？庆祝我们可以像现在这样坐在一起，
庆祝你没有再推开我，这也算是阶段性的发展。长得这么好看的一张脸，却整天对我板着一张臭脸，那么凶，硬石头、臭石头、硬石头，到底知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啊？喜欢你喜欢到费尽心思，只为了增加一点点你也喜欢我的概率。不过你千万不可以觉得我轻浮啊，因为我只对你一个人这样。而且我舍不得离开这里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舍不得你。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你身边了的话，你这里会不会想我呀？把你丢下去，我就没有办法不乱动，因为我的心在扑通扑通扑通的跳。金石川，嗯，可不可以不要丢下我？我不想和你分开。好，我不丢下你。你最好了，我最喜欢你了。那你会不会也舍不得我呀？舍不得。怎么回来的？我怎么又干这种事情？他会怎么想我？记得你是今天训练结束吧，我去接你。好，做都做了，干嘛不做我？倒是亲下去。干嘛去？去接许兰。你的生活就四件事了：吃饭、工作、睡觉。许兰，我今天约了于诗诗和他经纪人吃饭，一起来啊。于诗诗是谁？最近特火一女演员，演了好几个热播剧。他们公司很重视这次跟云开的合作，一直想安排跟你见一面。你知道我对这种饭局没兴趣，你自己安排吧。别呀。他们公司老板也去，你不去不合适啊。
那平安就交给你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照顾他。我不在十二厅进站的话哦。如果你想他的话，你可以经常去消防站看看他。那如果想你了呢？也可以经常过来看看我。我好像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什么事？昨晚没做完的事情。每次都是你偷袭我。到刚刚进，别说了，走了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突然间想到工作上的事情，有点心烦。是公司出问题了吗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你就别担心了。老霍，你要是有什么事，一定要跟我和韩放说。我虽然做不了什么，但我们可以替你倾诉，帮你化解心里的压力。放心吧，没事。走了，去吧。对啊，老霍，打起精神来，我和韩放一直在你的身后，加油。去吧，小心啊。慢点啊。姐，你回来了。哦，你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我可想你了，我生怕你被警长拐跑。好啊，小周，一个多月不见，徐慧谈上你姐了。哎呦，徐来回来了，好久不见啊！你看你都瘦了，真是辛苦了。不辛苦，挺开心的。哎，不过我看你这气色倒是挺好的，看来是被爱情给滋润的。邢姐，你这话说的，好像我不务正业似的。我是去工作的，一会儿还要跟组长汇报呢。行，那你先忙，回头聊啊。姐，你什么时候跟江心关系变好？你以为我是白痴啊？我是要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。忙去吧。组长，这是地震救援队组建的全过程，我已经整理好做成专题了。哟，不错啊，
很全面，而且角度也很新颖。看来你这个月挺有成效啊。当然了，我可是带着任务去的，训犬同时也不能忘记本职工作嘛。虽然你入职不久啊，但是一直表现得非常优秀。我想是时候让你再上一个台阶。来，你看看。访谈节目。咱们台最近新开了一档访谈节目，邀请的都是市里的优秀青年和一些话题人物之类的。最近呢，碰巧这个主持人呢临时有事缺档了，需要一个代班主持人，我推荐了你。组长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是目前我只想做好记者的工作，我觉得你还是推荐别人吧。不是，就代班一期，而且你这个你要的嘉宾都是你认识的。我之所以推荐你呢，一是因为你的工作能力强，反应快，能够胜任这项工作；二呢，是因为节目内容和专题访谈非常契合，这对你以后的工作也是有帮助的，是吧？哎，你不是在做救援队那个专题吗？你可以把两者结合一下，拓展一下访谈内容，我觉得没有人比你更合适。好吧，那我就听组长的，去试一试。好，那我先去工作了。王总和于诗诗到了。你总算来了，老板都有点不高兴了。原来胡总早就到了，在里头等着呢。那就让他等着。最讨厌这种饭局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根本就不会过来。是是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啊。和一帮油腻的中年大叔吃饭真是没胃口。哎，那个云开的霍总看起来挺年轻的。这种大集团的老总，就算再年轻，能年轻到哪里去？也不是帅哥，不下饭。好，来来来，快快快。王总。恭喜啊，这次诗诗主演的剧播得不错。坐最里面那帅哥是谁啊？他就是云开的老板胡彦宗。不好意思啊，诗诗来晚了，路上堵车耽误了一会儿。诗诗来了，坐我旁边吧。坐坐坐坐坐。没事没事。你就是霍总，你好，我是于诗诗。我迟到了，自罚一杯，向霍总赔罪。不必了，我也不在意，也不喝酒。啊，那个霍总、王总、艾米，咱们一起喝一个。对对对，诗诗，好不容易聚到一次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霍总一起，霍总一起。Thank you.
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饭局很无聊啊？要不我们逃出去吧。老胡，你再陪我逃一次吧。我不想待在这里了，我们逃出去吧。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主要是想到你白天的状态，还是有点担心。怎么样？还好吗？你就这么关心我呀？废话，咱俩什么交情啊？放心吧，我没事。真的，不许骗我啊！真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对了，我们台里有档节目想邀请你做嘉宾，这期是我主持，你有时间吗？你的节目我当然有时间了，还是你够哥们儿。那我到时候发具体的信息给你。好的。嗯，拜拜。怎么感觉你接个电话心情还变好了呢？想好我们去哪儿了吗？走。怎么又靠回来了？我想了想，好像没有义务帮你。啊？啊！这不是霍总？这小祖宗跑哪儿去了？啊！诗诗，你怎么从霍总车上下来了？你们刚刚干嘛去了？我要是告诉你我们什么事儿都没干，就是开着车在大马路上转了一圈，你会相信吗？这霍元宗是不是神经病啊？你不就喜欢这种长得帅又有点病的吗？对啊，啊，不生气了，走。在干嘛呢？刚到家。平安想你。平安，平安，开镜头。平安，
刚来消防站，有点不适应。那你呢？来到消防站累不累啊？累倒不累，但心里有点不适应。不适应？可能是你不在吧。我看不是平安想我吧，是某人在想我。时间不早了，先挂了。好吧，那你早点睡觉。晚安。晚安。停止间专访。向前看。想要真。小真，小左真，小左真，有序到。今天差不多了，带回。是。全体队友，休息。集散。是。站好。站。你们新队员的抢险救援服到了，我带去领。走。怎么来了？我想邀请你参加一档访谈节目。你是知道的，我不喜欢被采访，更不可能上这种节目。先不要着急拒绝嘛，这个访谈节目你邀了我们市里杰出青年代表，这是台里给我的任务，你就当帮我个忙吧，好吗？见家人就去呗，你就当顺便宣传一下我们消防站。对了，雪儿，这节目还有谁参加？哦，男嘉宾邀请了进站和老霍。霍元宗也去。那进站你更得去了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那优秀的话，我们进站比谁都优秀。我考虑考虑。激动啊！挤着看看，想不想我啊？啊！对了，那个节目霍彦宗确定会去吗？对啊。其实可以趁这个机会你们了解一下，我相信你们彼此了解以后会成为好朋友的。我为什么要跟他做好朋友？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？没有。没有。没有。金石川，叫你呢，你干嘛突然生气啊？没有。你明明就生气了。我就不喜欢你夸别的男人，尤其是霍彦祖。金石川，你有没有发现你越来越在意我了？我还有工作，你走吧。不行，没说清楚不能走。对，我很在意你，而且是非常在意。
你说的那个节目，我会参加。那我把时间流程发给你，记得看手机。政委，我想请一天假，去电视台录个节目。上电视做嘉宾？好事儿，这个假我准了。谢政委。哎，我记着以前你拒绝什么上电视接受采访做嘉宾，这现在怎么突然就变了呢？啊？我去帮朋友个忙。哎呀，我就琢磨着啊，你小子从集训队回来之后吧，变了，这人呢变得开朗了，变得爱说话了，变得会说会笑了，到底是谁把我们这块钢板重新给锻造了啊？这个我猜猜，许来。我就说你小子必须盯住了，你小子必须，我忘了，我还要带队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别忘了我跟你说的。怎么样，可以吧？不错呀，穿上挺精神的。哎，啊，这上面怎么还有我血型呢？啊，这是为了咱们消防员在救援一线的时候，如果负伤，可以第一时间确认血型，进行抢救。不过我还是希望你永远都用不上它，这样你永远就不会受伤了。带上它，你就算是一名正式的消防员了。展耀，到，在救援现场，好好保护自己。是。这是最近的通告，你看一下。怎么还有访谈节目啊？这种节目话题度也不高，我想休息休息，你帮我推了吧。哦。我看了其他嘉宾的名单，都挺正向的，而且这个节目的定位呢是优秀青年代表，对你的形象提升有好处。对了，这个里面有个嘉宾你认识的。谁啊？云开集团的总裁霍延宗，你们上回见过吗？所以我改变主意了，我要参加这个节目。那没有其他问题了吧？欣姐，这次节目邀请的嘉宾有这两个人。哦，两人同时上徐来的节目，这下有意思。嗯，谢谢你。今天太多了，这个节目太多了，这个节目。
这是节目录制的时间和流程，我专门为你标注好了，一定要记得看哦。好，我会认真看的。你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？注意身体，早点休息。金石川居然给我发表情包了，他是在跟我撒娇吗？太可爱了吧！这边行，来。你为什么还没睡啊？今天警情比较多，刚回队里。那你肯定很累吧？累了就不用回我信息了。没事，习惯了，和你发信息很放松，不累。一定准时到。录制结束后，我有话对你说。亲家，竟然这么瞎呢？有吗？瞧你今天打扮，你该不会要趁这个机会跟雪莱表白吧？我跟你说，这个是你表白什么呀？什么表白？啊？哟，进战，这么香呢？那可不。嘿，进战今天这浑身上下就散发着一种高贵的气息，太高贵了。我不跟你们聊了。哎，这别走啊，进战。赶紧去电视台录节目啊，别迟到了。别紧张啊。
来啦。你今天真漂亮。是吗？我还有点不习惯呢，平时都穿裤子。我觉得挺适合你的。姐，导演让我问一下你嘉宾都到齐了没有？哦，这是我摄影师小周，你跟他去休息间休息一下。我等一下进去穿，如果导演问起来，帮我脱一下。好，霍总，这边请。一会儿见。好，那一会儿见。霍总，您先在这儿休息一下。好的，谢谢啊。嗯。剩下的我自己来，你们先出去吧。好的。霍总，又见面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节目组邀请我来，我就来了。没想到你也在这儿，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？缘分就算了，巧合而已。万一不是巧合呢？邪门了，这个点不应该堵车啊。注意注意，霞飞路出车祸了，有人被压了，路都堵死了，别从这儿过了啊。我就在这里下车。我在霞飞路，很严重啊，快来救人。是报警了吗？报了报了，幺二零打过来。我是淮港消防员，有没有头晕恶心？有。有没有知觉？有。我腿好痛。我看到你的左腿被压住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吕飞翔。吕飞翔，听我说，我很快把你救出去，忍耐一下。有伤者被压在车底下，我需要帮忙，能帮忙的都过来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霍总，您看一下这个。来，试试，看一下这个。这个呢是咱们今天采访的一个大概流程，等会儿我先拍一段，如果有什么问题呢，咱们随时沟通啊。徐来，金站长怎么还没到？不好意思啊，导演，应该在路上了，再等一下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到底还要多久啊？我们诗诗的行程是有时间安排的，你们也太不守时了吧？是啊，你怎么沟通的？为什么不给嘉宾把时间安排好？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有什么用啊？导演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先预备一套备选方案，如果靳站长没有及时赶到的话，主持人可以多向我和于诗诗小姐提问，补上空档。正好我和于诗诗小姐接下来会有合作，也算是宣传预热了。我相信诗诗也会愿意配合的，对吧？既然霍总都这么说了，我怎么会不愿意呢？那太好了，咱们就这么办。来，快快快！还有没有人？来来来，我们人不够。来，过来帮忙！来来来，过来！来，我来。我们一起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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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二三！来，群众闪开！群众闪开！给医护人员通道，快点！伤者医学清楚，腿部被车子压住，你们尽快看看。好，知道了，谢谢。坚持住。剩下的交给你了，我去给你添点水，你坐着。
谢太好了。欢迎总。这左一点，我这边没问题。我咖啡放不下。那个主持徐来，你喜欢他吧？这几个就一对，那我也太失望了。作为竞争者来说，他有点太普通了。你们不会是竞争对手，因为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。跟你开个玩笑，干嘛这么认真啊？难不成还怕他介意？他不介意，是我介意。你就这么喜欢他，还准备和他结婚？我去拿。没错，我会和他结婚。徐来是我认定的女人。未来的事情谁也说不准，我们拭目以待。二位喝咖啡吗？来，各部门准备，我们临时调整一下访谈内容和嘉宾座位。徐来，你赶紧增加几个针对现场嘉宾的提问和互动。喂，抱歉，我临时遇到紧急的状况，刚到电视台。你那边还没开始吧？太好了，现在进去。导演，静舰长已经到楼下了。人来了，那不用改计划了，按照原来的计划走，好好准备开场。导演，我认识静家，我去接他。就。小周。新姐，有事儿吗？你是不是要去接金石川站长啊？哦，对，我替你去吧。路上我还可以跟靳站长对对稿子，帮徐来分担一点压力。你回去帮徐来吧。那行吧，谢谢欣姐。不客气。是靳石川站长吧？我是徐来的同事，他让我来接你，请。我来晚了，会不会对徐来的工作有影响？一开始导演是有点不高兴，不过后来呢，幸好有霍总在，帮徐来都挡过去了。我们台里的人都可羡慕徐来了，有霍总这样既温柔又体贴的未婚夫。未婚夫？对啊，台里的人都知道，徐来和霍总的关系很不一般的。霍总刚才也亲口说，他跟徐来马上就要结婚了。怎么，徐来没有告诉过您吗？啊，看来是我多嘴了，可能他不想让您知道吧。您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。老霍，卖掉了。我帮你吧，来。请，靳站长。谢谢。终于来了，一直在等你。我有话想问你。刚才靳站长，哎，你好。我是负责这个节目的编导，这个是咱们今天要采访的流程，你看一下。这边请。服装，调整一下靳站长的衣服。徐来，准备开始。好。收看淮港访谈，今天我们邀请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消防员、企业家和青年演员。三位虽然身份不同，但都是我们淮港市杰出青年代表。
非常荣幸可以邀请三位来到我们的访谈节目，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非常想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。那么我们接下来先从消防员开始介绍，这位是淮港市消防特勤站站长靳世川。听说靳站长也是刚刚从任务现场赶过来的。是。靳站长不仅是消防站的站长，同时他也是地震救援队的队长。地震救援队刚刚建立不久，我本人也有幸参与其中，同时呢，我也记录了一些地震救援队组建的过程。台里的人都知道徐来跟霍总的关系很不一般的。作为一名消防员，靳站长每天都要经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抢险救援任务。想请问一下靳站长，在过去的任务当中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人或者事情呢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？如果要说印象最深的，应该是十年前会宁地震。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参与了救援，我还是消防的新兵。当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面对灾难现场，我没法用语言去形容我看到的惨烈画面。守在你们那儿吧，来，弄。这是我跟你说的第一次任务，追风好好表现。走，倒塌的房屋，受伤的群众，他们的家园在顷刻之间不复存在。作为抗震救援队的一员，我们和时间赛跑，夜以继日的搜救，转移安置受伤的群众。因为每早一分钟救出伤者，就多一分生还的希望。你们那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看这情况，很难再有生还者。看吧，再找找吧，万一有奇迹呢？啊！大家注意，队长说会有余震发生，一次往外撑，快！都撑！你们先撤！快撤！追风。经过那一次的救援，我意识到生命的脆弱，也见证了生命的坚强。只要有一丝的希望，我们都应该坚持不放弃。所以，这也成为了我以后的使命，还有职责。感谢靳站长分享他的故事，听完以后，我也感受到了消防人员的伟大，他们竭诚奉献，救人民群众于危难，是这个时代的英雄。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无论我们身处在哪一个岗位，都可以谱写出不一样的人生。霍总，今天我刚才一直担心你会紧张呢，没想到你表现这么好。录完节目后有事吗？怎么了？我在外面等你，有事想问你。好，方便。徐来，请你补录一下栏目的旁白。没问题。那你等我一下。霍总，哦，对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还有别的安排。
上电视栏目这类对外的工作，需要跟云台宣传部对接。这件事我会记在心上。辛苦他，辛苦他，辛苦。咱们有时间再约。好，那我们后面再约。惠宁地震那次，本来是徐来和我约好一起去的。要不是我晚了一步，他根本就不会认识你。你告诉我这些干嘛？我早就告诉过你，离徐来远一点。你是以什么身份告诉我这些？你凭什么干涉我跟他之间的关系？就凭我爱他，就凭这些年守在徐来身边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我和徐来之间的感情是任何人无法代替的，徐来最终的选择也会是我。你们真的要结婚？对，你和那个主持人，我怎么看着是你在一厢情愿呀？这和你有关系吗？本来是和我没关系的。但是我看他心思完全不在你身上，所以有点替你着急。要不我帮帮你吧。试探一个人在不在意你，妒忌是最好的试金石。什么？有事事。怎么了？干嘛呢？松手！你问他在干嘛？怎么了，老霍？不知道啊。靳站长突然来抓我衣领。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这种人不值得你维护的。我没事，雪兰。我和靳站可能有点小误会。算我多管闲事。哎，老霍，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他为什么那么生气啊？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我真不知道。他不像是会无缘无故生气的人。你那么相信他，那你还维护我？当然了，我们十几年的交情，你要是有事，我第一个就冲上去。这里面应该是有什么误会，我相信你。也相信季时川，别往心里去啊。放心吧，我没事。哎，进展回来了，进展回来了。进展，哎，进展，进展回来了。进展，怎么样？今天录节目是不是特别顺利？那还用说吗？有徐来在，肯定顺利。我都能想象到两个人在节目上暗送。太羡慕了！哎，到时候咱们一起找徐姐啊。好，好。找什么找？很闲吗你们？啊。你跟徐来吵架了？别提他了。如果要说印象最深的，你说。应该是金让你上节目，你别紧张啊！你，哼，徐教官上镜还挺好看啊。哎，我去，是我第一次。这霍延宗真帅了。他哪里帅？我一点都不觉得。帅肯定是没咱们进展帅啊。但是进展，你上节目你好歹稍微笑一笑啊！你看你脸臭的。可以了，我觉得。干嘛呀？我又没说错呀。你看他这，不是脸是挺臭的吗？嗯。哎，你们看。现在脸更臭了，白照。
霍元宗年纪轻轻就是云开老板，有钱有能力，肯定招女儿喜欢。这种破节目有什么好看的？都给我出去训练去。不是，小妹，开始。就你们这个速度，赶到现场，人都没气了。放下空屋，再练一遍。金然，吃点呗。才见过海洋，看什么看，吃饭吃饭。好像这次彻底让我搞砸了，平安，我该怎么办？姐，组长通知开会。你帮我请个假，出去一趟。啊？陆安琪，健身穿呢？现在还在里面呢，我刚训练完出来。我跟你说，自从他录完那个节目过后，情绪变得非常不稳定。刚好他今天休假，不要劝他。嗯，徐教官，你可算来了，你赶紧去看看他怎么了吧。哎，金川，进组了。金川，你到底怎么了？电话不接，微信也不回。能告诉我到底怎么了吗？老虎哪里得罪你了？我跟你说话呢。我没什么好说的。接着说。哎呀，你没事吧？是不是晚了？有事。你知不知道这两天因为你我心里乱糟糟的？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原因啊？你是不是要跟霍元宗结婚？什么跟霍元宗结婚啊？你先回答我问题。当然不可能了，他是我朋友。你是真的不会跟他结婚？不可能，我徐来从始至终都只有你靳世川一个人。所以你那天是为了这个事情生气的？没有。你怎么不直接问我呀？就这么害怕我嫁给别人啊？才没有。没想到我们靳大站长还是个大醋坛子呢。我不是。你是。不是。大醋坛子。大醋坛子，大醋坛子。
我好像真的被你扰乱了。以前我遇到多危险的情况，我都可以冷静处理，但唯独是你，我就不能。你绝对是我的意外。我脚受伤了，骑不了摩托车。我送你回家。你会骑摩托车啊？嗯。灭火装甲车我都开过，有什么车没碰过？这么全知全能，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？我重不重啊？我每天负重爬十层楼，抱你一个绝对不是问题。钥匙。嗯。钥匙。哦哦。你真的会骑吗？你刚才不是都把自己交给我了吗？你乖乖坐好就好。扶住我的腰。过去我总在想，幸福是什么？它的有效期到底有多长？我曾以为幸福不过是一瞬间的感受，就像烟花一样短暂，轻易就会被遗忘。现在的我，好像终于找到了答案。幸福，是心里有所期待，是念念不忘后的回响。就像多年以后，我依然会记得，曾经在一个平常的下午，靳时川骑着车，我坐在他的后座。每每想起，都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，对未来充满了期待。这是 TC 这一季度的营收数据，比上一季度整体增加了0.4倍的纯利润收入。能够取得这么好的业绩呢，主要是依靠了我们公司刚刚推出的项目——车载冰箱。大家请看图片。季度报表我看了，成绩确实不错。去年的车载冰箱收购案，集团原本以为会亏损，没想到在孙总的操作之下，还真扭亏为盈了。谢谢谢谢谢谢，这离不开各位老总的关怀。我们呢是尽量的压低了生产成本，吸引了消费人群，保证了营收。我认为只要薄利多销，抢占市场，业绩自然就提上来了。在下一季度，我们计划要扩大生产，加大营销，吸引更多的消费人群，抢占更大更多的市场。我个人认为 TC 公司呢现在正在发展中，我们应该乘胜追击。当然，这就需要我们集团的资金支持了。扩大生产这件事情，我认为还是不要操之过急，谨慎一点比较好。霍总，您是还有什么顾虑吗？业绩固然很重要，但是还是要稳定一点好。不，但是 TC 公司现在目前阶段，对于 TC 来说，开拓市场的时机还不成熟，再等等吧。好的，霍总。TC 为集团创造了这个季度20%的利润，
按理来说，霍总应该支持霍大生产，他为什么反而不看好啊？霍总应该有自己的考量。什么考量？他就是害怕 TC 公司上升得太快。孙磊的提议还行啊，为什么不让他试试？孙磊涉猎过矿业，有传闻他这个人急功近利。如果这个时候给他增资，我怕他野心膨胀得过快。为了利益而失去底线的人，我不会为他承担这个风险。也是。我听说你参加徐来主持的那个节目了，靳世川也去了。你俩情敌在一起没打起来？差点。真的假的？准确来说，是他单方面想打我，但是我赢了。他想打你，你赢了？什么情况？跟我说说。我没有功夫跟你说了，我得走了。走哪儿去啊？去找徐来。哎。儿大不中留啊！一边去。你不是脚疼吗？嗯？不疼了。不疼了。不疼了，不疼就好了，以后就不要乱跑了，小心啊，照顾好自己。我先走了。哎，上一次的吻是反击，这一次的吻是什么？主动进攻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发觉我越来越紧张你，越来越在乎你，越来越想亲你。喂，喂，秦战，支队有个临时会议，叫你过去一趟。好，知道了。突然有个临时会议，我先去了。你不是找徐来去了吗？怎么自己在这儿喝呢？我刚看到他和靳世川在一起。嗨，多大点事儿？我跟你喝，挺能喝呀你。来，来呀。哎，你行了，别喝了。不是你这样，你自己在这纠结有什么用啊？你直接去找徐来多好啊，跟他说清楚。我没找过吗？我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，可是好像我每次都晚了一步。那你想没想过，徐来要是真跟靳世川谈恋爱了，你怎么办？
那就封啊，别憋着，再不封就晚了。上一次的吻是扳机，这一次的吻是什么？主动进攻。怎么办？才分开这么一会儿，我好像就已经开始想你了，好想见你。很快就会见到的。这么快就来了？霍，怎么是你啊？怎么，看到是不是很失望？没有，这么晚了我接干嘛？雪兰，你答应我，不要爱上别人，好不好？说什么呢，老霍？喝酒啊？没有。没喝醉，我现在很清醒。接下来我要说的话，也不是醉话，包括那天在节目上我说的话，都是真心的。请问霍先生是最初的理想是什么？又是因为什么改变的？我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军人，后来因为喜欢的女孩，才改变了志愿。这个女孩也太幸福了吧，竟然可以让霍总为她弃荣从商。既然来到这个话题，那么我也代表广大女性来问一问霍总，作为像您这样优秀的企业家，择偶标准是什么？我的择偶标准就是像主持人你这样的。霍总太会说笑了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来欢迎女演员于诗诗。我一直在等一个合适的机会，向你表明我的心意。可是我现在等不了了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被别的男人抢走。我爱你，我爱了你整整13年，比任何人都爱得早，爱得深，爱得久。不是，老霍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一直把你当我最好的朋友，甚至把你当我的哥哥。我不想和你做什么朋友，我也不是你的哥哥。雪兰，我是认真的。你醒醒，老霍！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你可以先回去吗？我想一个人静一下。睡了。
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呢，怎么知道啊？我怕我说了会失去他，连朋友都做不成。干嘛？什么表情啊？后悔了？对，后悔了。做你的朋友很累的，好不好？ 老霍，昨天跟我表白了。嗯，猜到了。猜到了。你以为我跟你一样迟钝？你们俩人啊，一个想太少，一个想太多。是不是让老霍的表白吓一跳？ 其实吧，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你一直都没有发现。其一呢，你俩从小一起长大，你性格又偏男孩，压根就没把老霍当成男人看。其二，老霍把感情藏得太深了，太理性，总顾虑这顾虑那的。当初能跟你表白的时候，你出国了，结果你一回国，又来了个进士川。那。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从上次地震吧，他豁出命去找你，我就开始怀疑了。后来看出他的心思，还是因为高考改志愿。老霍一直以来的理想就是跟他父亲一样做军人，他为了出国找你，作为交换条件才答应他妈从的商。 老霍，老霍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？惊不惊喜？惊喜！我申请了这个学校的金融系。金融？Is this your boyfriend？No。 你怎么突然念金融了？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这里，所以就来了。 真的假的？带你去看看。假的，走。不过学校好看吧？不错，就是有点冷。对了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你先说。我先说。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，很优秀，很优秀。 优秀到闪闪发光那种，这样才可以跟闪闪发光人在一起。你呢？我的梦想就是想……哦，我还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找到多年前救我的那个消防员哥哥。就是那次地震的时候救你的那个消防员？嗯，当时我们有个十年之约，长大后。 我要去见他。你呢？我的不重要了。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我早告诉你，你就不会爱上金石川了吗？徐来，我知道，你爱了金石川很久，但你知道吗？老霍爱了你更久。 在你没有认识金石川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爱着你了。他无时无刻不站在你身后。其实你应该回头看看他。哎，我说，今天静姐心情真不错，肯定是跟那个徐姐姐和好。 我看八九不离十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昨天看见进站骑摩托车送的徐来，徐来搂着进站腰呢。哇塞，这么亲密！哎。
该不会真谈恋爱了吧？怪不得晋战脾气最近这么……对，恋爱中的男人情绪波动都这么大吗？问我呢？我又没谈过恋爱，我怎么能知道？哎呀，真羡慕晋战呐！我也想谈恋爱。你可拉倒吧！你连目标都没有，你还谈恋爱？谁说我没目标了？谁啊谁啊？不认识吗？你连个姑娘见面聊天都没有。哎，那女大夫，哎，怪不得前两天老往医院跑，感情见相好去了。还有陆芳琴，我跟张医生啥也没有啊。你还啥也没有？只不过最近确实也没见到张医生，也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。哎，白江，啊，要不你给我两拳吧？你有病啊！我没病，拿什么理由去见张医生啊？我看你是真有病，相思病、神经病。都好好干活去，这个得收拾好。先走了啊，进展。金湛，你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金湛，一起打球去啊！你们去吧。啊？那我们去了。我们去了。走，我去把家长叫上。爷，你小子多长时间没回家了？啊？你还知道有我这爷爷吗？前段时间比较忙，我在组建救援队，一直待在训练营里。我不管你这当站长的忙不忙，你也是我孙子。哎，我正式通知你啊，今天晚上必须回家陪我这老头子吃饭。收到，今天晚上我去看你。怎么一直不回信息？你还好吗？我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军人，后来因为喜欢的女孩，才改变了志愿。我才发现，原来那些看似不经意的玩笑里，都藏着老霍的真心。我知道自己无法回馈老霍的这份深情，但希望有一天，他能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。老霍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些话我想当面和你说清楚。对不起啊，昨晚是我太冲动。该说对不起的是我。对不起，一直没有察觉到你的感情，还心安理得接受你的照顾。对不起，让你一直孤独地站在我的身后，却没有回头看看你的真心。我不需要你的对不起。让我说完吧。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，我应该为你做什么。想了很久，我终于想明白了，那就是为了你，我不能做的事情。我不能在明知道你的感情的情况下，还继续接受你的好。我也不可以自私地把你留在我的身边。你别再说了。老霍，我没有办法和你做爱人，更没有办法回应你的感情。所以在你理清楚感情之前，我们暂时先不要联系了。我怕我会伤害你。
我也不知道如何面对你。所以，我是要失去你了吗？不是，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。可是我不想和你只做朋友啊。作为朋友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等你走出来，这样对你对我都好。徐兰，救援队的组建工作还顺利啊？嗯，非常顺利，全员通过。嗯，我碰到老文了。嗯，他还夸你呢，说你带兵有方，训练有素。他也不看看是谁的孙子。小时候你上学，让我放心；大了工作呢，我也放心。就是你这个人的生活问题。你让爷爷我呀不送信呢。这个周末呀，你抽空回来一趟。我那战友老乔，他要带他孙女儿到咱家来做客，你们俩见上一面。爷爷，这都第几次了？你还有多少个战友啊？还真不多了。世川，你要是再不着急，我那些老战友的孙女儿啊都结婚了。我不着急。你真打算一辈子不结婚不成家呀？啊，打算孤独终老啊？爷爷，其实我……你打住，你是不是又要说，工作危险呀，家国不能两全呀？这大道理我懂，啊，我只是觉着这样，我怎么跟你父母交代呀？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我将来死了。都没法见他们。哎呀，爷爷，别说死这个字啊，多不吉利。吃饭吧，别生气了啊，吃饭，我有分寸。小川，都十二点了，要不你先去睡吧。等爸爸回来，明天我们吃蛋糕好不好？不，我一定要等我爸回来，一起吹蜡烛。喂，嫂子，金队出事了，刚才在火灾救援现场执行任务时受了重伤。现在正在人民医院进行抢救，但情况不是很乐观，你要有个心理准备。我马上过来。妈妈，
不是出什么事了？妈妈，爸爸在哪儿？他到底怎么了？心里有个心结，这么多年呢，我也没有好好的跟你聊一聊。可是你现在大了，懂事了，你应该知道，你是你，你父母是你父母。当年他们的事情那是意外，这并不意味着你要和他们一样不能组建一个安稳的家呀。爷爷，我已经有喜欢上的人了。你有喜欢上的人？刚认识的？刚认识也不是，认识了十年了。十年？你骗谁呀？哼，你从来没跟我提过呀。
你要真认识十年，你现在把他领来我看看。我现在还没有跟他确认好关系，我确认好关系，立马领回来给你看好不好？那你现在就跟他确定这种恋爱关系，把他领来我看看。我现在要回站里工作，相信我吧，没骗你，我确定好了，带他回来见你，好不好？啊！哎，别看这个了，相信我啊，不要再操心了啊！戴眼镜，好了，我走了，没骗你。这孩子云里雾里的，真的假的呀？平安，你是不是也想他了？无所畏惧。